第六课，数字。对了，葵，小鸡。小张，邮局几点下班？小张，邮局几点落班？5:30。你要做什么？5:30，热爱做呢。快过年了，我想寄点钱回家。爱过年了，我想寄钱回去来。今天才11月14号，还早呢。今日正11月14号，还早呢。妈妈生病，最近花了300多，这次我得寄1800元回去。我阿妈生病，只等使掉300多元，这次我得寄300元回去。现在已经来不及了，邮局已经停止汇款业务了，明天再寄吧。始终已经来不及了，邮局已经停止汇款了，我日正寄吧。不行，明天上午我们要加班到11:30，你帮我寄吧。莫，我明仔忘记加班到11:30，累了甲我寄好啊莫。也好，你先把地址写清楚。好，我先把地址写清楚。这是钱，这是地址。拜托了，寄错是寄，寄丢是地址，拜托了。别客气。哦，对了，明天的电影票我已经买好了，你看吗？别客气，我这个电影票已经买好了，我爱同阿买。看，我们7:30在电影院门口等齐。哎，咱7:30到电影院门卡停在。补充词语。补充十个。星期一。星期一。星期天。星期日。年月日，年月日，一，则，二，挪，三，沙，四，喜，五，我。六，六，七，七，八，八，九，九，十，十，